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最新礼包点券 A 车极夜幽冥已经上架了啊！这款车呢，在颜值这一块啊，并不输给大部分的钻石 A 车，外观帅不说，尾气呢，我还是特别喜欢的啊！91万的点券，你怕了吗？可能还有人以为这是体验服或者是啥的，那是不存在的也。你看这点券啊，挣的是比金币还要快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回头呢，我去跟号主要一下是如何存到这么多点券的。有小伙伴想要知道的吗？想要知道的话，也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告诉我嘞。好，咱们先把这个车给抽到手了。抽奖的过程还是有点慢啊，建议官方呢下次直接把这个车放到商城里直接购买。像这种点券多的玩家就不喜欢这种花里胡哨抽奖，抽来抽去多麻烦呀，对不对？你直接购买的话就很快了，买完直接改装就完美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哟。对于我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的双生顿时就不香了，能够尽量不花钱的东西就不要去花，更何况这一辆车跟双生呢是有得一拼的。我试驾了一下啊，我觉得这一辆车它这个速度就在腾空的时候特别猛，但是如果说在平地的时候呢，就可能发挥不了它的作用了，因为它不会触发特性。最终这个车呢也是吃了保底了，全部给抽空了。大家习惯就好了，反正抽这个东西就不要去想着哎我能欧我能欧，只要车子够强，车子够帅，那么抽保底我也认了。有人问我这个车改装分支是啥，全部改左就完事了。最后要用这辆车来跑图的话，我觉得我用的还不够成熟，回头会给大家重新发一个视频吧。好的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哦，谢谢大家。